各位好，欢迎你们成为创世电视的一份子，也很感谢你们一直以来对创世电视的支持。接下来就为大家示范一下如何连接创世电视机盒和你家里的电视机。首先，把配送的遥控器电池装入遥控器中，接着我们来连接 HDMI 线到机顶盒背后的 HDMI 接口，而另一端呢，就接到电视机的 HDMI 接口。然后我们来连接机顶盒和电源适配器到背后右边第一个接口处，另一端呢，就接到你家里的电源。记得打开电源开关哦。当大家连接好 HDMI 线和电源适配器后，你就会看到这个启动画面了。然后你就会看到这个讯息在主页上。这就是询问你是否要进入网络设定的讯息了。接下来我来教大家如何做首次的 Wi-Fi 网络设置。选择你家中设定的 Wi-Fi 网络名字，接下来使用键盘输入密码，也就是用遥控器的左右按钮。成功输入之后呢，按一下退出按钮，退出键盘，再按连接。完成以后按一下中间的 OK 按钮。连接成功以后按一下退出或者是 Home 按钮，就回到主页了。从主页的右边开始，你会看到香港创世电视的直播，接着是美国创世电视的直播，然后是视频点播、特别推荐和离线播放。你会发现你正在选择的菜单画面是会大头一点的哦。现在就选择香港创世电视的直播来看看吧。你已经成功收看香港创世电视的节目了。主页菜单里还有视频点播，里面有创世电视以往的电影、人物故事、讲道、纪实和专题等等的选项。在主页菜单的下面有我们香港和美国创世电视的节目表、人生热线、教会活动和最新的消息，而在下面呢，还有联络我们的资料。进入以后，你就会看见我们香港、美国、加拿大办事处的资料了。恭喜你，你已经成功连接我们的创世机顶盒和你家里的电视机了。你现在就可以收看香港和美国创世电视的24小时直播节目了。感谢大家的收看。